白黑救星，这种东西有白黑救星，全部都很难清的，全部就帮你清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太厉害了！它就是去渍小炮弹，听说它在日本其实是每0.04秒就卖出一颗，就是超红的这种，然后又很好用，因为衣服其实纤维是一层一层，那因为有时候大家是不是如果沾到东西，应该是马上去洗手台，就是马上清洗嘛，有时候洗到就是还会起毛球，然后还搓不掉，因为白色其实已经沾到底层了。 我跟你说，这一颗很威的是，它有一个碳酸发响科技，然后它厉害的是，它可以直接用微小的气泡，直接从衣物的根部底层把脏污全部都吸附，然后带走。这么厉害，超厉害。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实验给大家看一下啊。衣物有很多一层一层的纤维，那现在有时候喷到那个糖浆，我在煮饭，有可能喷到那个煮那个糖醋排骨，那个糖浆溅出来也很难清。对。然后常常我们在赶时间，有时候人。 手一杯咖啡，对不对？黑咖啡很容易，你喷到白色衣服或是任何颜色，很难，应该洗不掉，很难洗。如果没有马上立刻洗，洗不掉。 然后甚至 S 姐很爱的红酒，红酒超难洗，红酒你真的滴下去，你们鞋子啊、衣服什么马上就那件就毁了。对，但它可以，我等下做实验。小朋友很容易就是你会吃什么火龙果啊，有的没的，超可怕的，对，洗不掉。完全无法。然后酱油就是真的，你随时你就餐厅，你有没有仪式感？有没有不小心切牛排，然后黑胡椒粒，酱油整个喷下去，还有那个日本料理沾那个酱油，对，完全你知道没有马上洗是洗不掉的。 然后今天这个就可以，然后像这个一层一层，就是像我们衣服的纤维，我就慢慢把这些污渍啊，我都把它叠起来。啊，还等于混到了哎。对，就是有点像是我们衣服，其实里面的纤维一层一层才会组成很多棉嘛。哦，所以只要用这一颗就可以了嘛？只要一颗去渍小炮弹，就帮你解决这些主妇们的困扰。然后只要一颗，好吧，丢下去。 走，那不用拆哦，不用，完全不用拆，我们就让它就是清洗一下，我们就让它慢慢的哦，好完成，变白了，白了，哎，这样就已经看出来是白掉了，超白，我现在先泡泡把它用掉，这是水清水，哇，是不是超白？哦，这色的蛮神奇的，而且味道好香哦，而且它是一种那种淡淡的清香，也不会有过多的那种香精，然后你知道每一层，刚刚我放了5张嘛，对，5张的纤维，它每一层。 都这么干干净净，而且说实在，才一下下而已，就一下下而已，这打这样旋转也不过1分钟而已。刚刚的你看，红酒渍啊，然后酱油啊，那些咖啡，还有糖、对，火龙果、果汁啊，你都是选最难清的，全部都很难清的，全部就帮你清，然后干干净净的，白白的，太厉害了，有没有？